长老，此人辱没犬子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咱们不与小人一般见识，道升天要有格局。 我来解决他们，你先走。不行，当初是我把你留下来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如果因此宗门上下要受到牵连的话，那穆占庭、阴崖、宗主、梦莹，全都难以幸免。一旦道升天的人发现了你，那养月宗也要背上窝藏逃犯的罪名。你放心，我会澄清一切的。我之所以出现在养月宗，是因为我胁迫你不得不把我藏在这里。养月宗并不知情，此事。 与杨叶宗无关，你也无需为我担责。你在他们眼里是滥杀同门、背信亲义的人。如果你忽然这样跟我们撇清关系，难道他们就听不出来你有袒护之意吗？你要真的为了我们好，不想让我为你背责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你方才也说了，道升天不好瞒，他们既然来了，便不会轻易走。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让他们背走。 你今天要真杀了朱嘴等人，那更趁着他们的心意了，可就坐实了你滥杀同门的罪名。到时候整个凶界都与你为敌，那么多人，你杀得过来吗？无论发生何事，你都不要现身。这是你能的东西，不能交给旁人。你不是旁人。